一名八旬老翁跟朋友相约到建龙仑爬山，不过因为迷路体力不支受困山中，报案求助。这名80岁的严姓登山客表示，跟好友相约3人一同从新北瑞芳的13层遗址上山，在经过建龙仑时，山区下起小雨，山路湿滑又体力不支，只好向警消求助。那么警消人员组成了搜救小组，最后终于在哈巴狗岩附近寻获3人，成功救下山。老翁虽然有些许擦伤，不过已无大碍，顺利返家休息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